哇哇哇！堂堂尊贵嘅立法会范国威议员，你搞咩啊？居然犯晒啲最低级错误，连基本资料都未搞清楚就出嚟闹特首，好心啦！唔知发生咩事呢？咪就系呢个报道咯，大大只字写访港旅客上升啊！呢仲有呢个表啊，嗱嗱写住整体旅客噶，哇升近一成、啊，结果范国威咪嗱嗱临出嚟 comment 闹特首讲大话咯。点知呢个报道所谓整体旅客，原来先至系呃人嘅。话有关上升咗呢个报道咧，系包括咧访港嘅旅客同埋香港嘅居民系翻翻嚟香港嗰个数字嚟嘅，同埋香港嘅居民，同埋香港嘅居民系翻翻嚟香港嗰个数字嚟嘅。咪笑死人啦！香港人都包埋喺入面，又点可以叫做 tourist 啊？范议员明未啊？水并不是咁臭的。真正的数字是内地旅客跌了14%，非内地访客跌了6.6%，整体访港旅客特首讲啱晒的下跌超过12%。讲开又讲，有些经济学者都不知道信不信得过的，好像关卓哲咪好落咯，认定个错的整体旅客数字有上升，又睇嚟关教授可以同范国威两个拍住相，绝对乱噏孖宝咯。若然我冇睇错，两位应该是低人能的，咁都俾你睇得出，我真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啊！容许俾我哋叫你一声大佬嘛。